我觉得回家最好的放松方式就是可以立刻窝在舒服的沙发上面。像是我一个人住，然后居家空间又有限，那这台小天后就很符合我的需求。它既可以是我的沙发，也可以是我的全身躺椅。当想要按摩的时候，那它又就是我的按摩椅。轻巧多变，我觉得它是很超值的选择。OSIM